新川下水啊、哦，今天出去钓鱼，然后但不是首航哈、哦。昨天本来也有天气，然后但是我昨天发烧啊，然后就没出来。我朋友他们钓了可能有70斤鱼啊，就是那个大黑钓。然后今天还有一天天气啊，今天人稍微好一点，我们继续出发哈、啊。好，船来了，阿伟开船啊，扁担二号船老大啊。一船都是鱼腥味啊！昨天战场激烈啊，今天继续走，出发啊！现在出发啊！我们今天去钓黑钓，看一下能不能把昨天70斤的记录给破掉啊！钓个100斤回去啊！连啊，六步船在这边了啊！现在找个位置塞进去啊！新轮子啊，新杆子。给它装起来，看一下新工具的效果怎么样啊？下杆啊，人家都开始钓了。阿爹卖不？阿爹卖不？通下钓啊！第一条啊，鲶鱼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3斤啊，2斤多。可能就2斤啊。我们船上第一条，刚才他们来的早都钓了好几条了，赶快加油啊！又来了，今天鱼就找你，我朋友老板啊，来了，哇塞，大的，2斤上啊，哎呀，没了，流裸了，哦喂，反胜，这个鱼真的是跳人，现在抄完他说要放在这边等了啊，抄完要放在这边等了，再抛抄完他说要拿起来了，哎呀会跳人，大黑雕啊，这下你跑不掉了吧，抄完在这边等着了啊。哎呀，两斤啊，又回本了150米。这问题出在哪里啊？问题出在哪里？怎么老是这边中鱼了？我们那边都不中鱼。哎，好像是吃了，好像是吃了。哎，中鱼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我挂到你那边去了。哇塞，吓！我的杆收什么鱼，怎么就飞起来了？吓我一跳！你收快一点嘛，你不要慢慢收，都飘到我这里来了。来，你过来。哦，掉了。鱼掉了。鱼肯定掉了嘞嘞。我的不要钓就行了，你的钓了正常了。来啊，我的第一条啊，我的第一条。哎，这个怎么看的有点像养殖的？哎，这一条啊，拿来发福利啊。今天那个看直播时间最长的这个兄弟啊，这一条啊，拿来发福利。2斤啊！啊，又轮到了，说明不是帅人啊！又来一条、啊！来喽！他来喽！你也来了！来喽！阿伟又来了，现在狂拉起来了。嗯，去看一下阿伟了，你收快一点，不要等一下又飘到哪里去了。啊，都是这个个头，哎。一条两斤，你看看啊！阿威今天又要成冠军了啊！黑钓怎么没有其他鱼钓一点呢？什么石雕这一类的？昨天他们钓两条石雕5斤半，今天目前还没有石雕啊！哇，来了！哎呀！
哎呦，你看看，这都两斤多，十几啊，大不大？大大大大大。哎，阿威今天可以了，啊。嗯，可以，不错。你全船冠军。别看他这个杆子小小的，很会重。啊。来了，现在准备狂拉了啊！看一下这一条，哇，这个可能有三斤啊！哦嘿，哦嘿，你捡哪根啊？哦嘿，两条啊，双飞啊，都是他的，都是他的，都是他的，两条挂到他上面去。哪有那个啊？哇，这条多了！哇塞，可以嘞！哦，这个头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头，哎呀，吞食够了，这是个下半地呀，吞食够了。哎，我这怎么一动都不动？兄弟们，你们说这问题出在哪里？啊，新鱼竿的在家里，新轮子在家里没有拜拜一下，哎呀，急死人了，急死人了！老板换个位置，马上就来鱼了，还是红棒，啊，哎，抢救一下，来，赶快来，可以。嘿嘿，啊，活了活了活了，是不是这样抢救？抢救了哈，啊，抢救了。哎，红棒，红棒一条。我这个老板会看位置的，打过一个早上，他说换到这边来，结果第一杆下去就搞个红棒。哎呀，要不然干脆我也换这边来，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啊。你这个会看鱼情的。你们没有泡脚的，不然我哎呀，看来今天这一排是衰尾，今天这一排都不吃的。现在第三条我就可以成功上岸啊，回本了。上货上货来啦！哦，这个大。可以，哎呀，跟老罗，够点的可以嘞，啊，可以可以啊，给兄弟们看一看啊，还行啊，阿伟的石雕，人家明明说我的吃了，什么跑到你这边来了？哎，这个笑的，这嘴巴都合不拢嘴，这石雕啊，好火，这个刺激啊，多钓两条啊。今天行情有点不对劲啊，哎，都在你看我，我看你呀，什么情况？到底是谁甩？我的没出来了，狂拉，一出来了就没有。挂一个够了，嗯，挂掉一个够了，下面的够没了，嗯。还可以啊，还行还行，挺大啊，又进展了啊，又进展，现在开始一斤半，现在开始赚钱了啊，音乐一放起来就来鱼啊，多多啊，阿弟有是不是爱的？那边音乐一放起来就来鱼，老板今天第几条了？第一，黑钓第一啊，黑钓第一啊。看一下是不是黑雕，不会又是斑吧？黑雕，黑雕，黑雕了，黑雕啊！老板下午都要回去了，第一条黑雕啊！收干鱼啊？什么收干鱼？刚开始你就收干鱼了？啊！来了，千万别点啊！一斤多，第一条、啊、
第一条都要第一条、哦、都要回去的第一条，哎，老板下半场啊，哎，嘿哦嘿哦，哥姐嘞，安棒啊，红板，老板都是干红板，安棒啊，啊，来快，快过。来，哎，我操，他给别饿了，哦，我操，哎，给别饿了，哈哈哈，来，赶紧把筷子拿来，拿弄刀，弄刀给老师套了，哈哈哈，哎呀，给老师套了，哎呀，我以为真是红板啊，害我激动了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有没有听过一句那个什么狼来了的故事嘛？啊，等一下叫抄完都没人拿了。老板又来一个，三条了，加红斑四条，加红斑四条啊，这条掉了我们就收了。哎，今天没什么搞头啊。黑钓，昨天那种，不是黑钓，昨天那种的。勾到的，这个谁知道叫什么鱼？昨天他们也钓一条，这不认识的。呱呱叫，这个是瞎眼的鱼，这样都会被钓起来。啊，知道的说一下啊，叫什么鱼？这条给蛮久的。行吧，那我们就收了。一会儿要起浪了，然后船也跑得差不多了，就剩这几步船。啊。够吃就行，等一下上岸给大家看一下渔火吧。走，收。大雾天啊，靠岸了，全部都是雾啊。来看一下渔火，保本啊。今天出来保本，这里面有多少黑钓？17-18条，还有一个小红斑啊。都是这个估计有两斤啊，这有两斤，基本上一斤半到两斤的个头啊。然后这边有个石雕就比较值钱，这个估计也得有两斤，然后也有4-5条黑雕，保本啊。最后两条啊。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今天是新船第二探啊，昨天他们就第一探，钓了可能70-80斤吧，然后今天的话就钓了20多斤啊，20多斤以我们这边鱼的价格啊，也是不亏本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船的话也比较省油。啊，出去一趟，油钱料啊，什么算起来就1000多啊，1000多20多斤鱼，也是不亏本的啊。那反正钓鱼就这样，不可能说每一趟出去都是爆箱的，有鱼没鱼啊都很正常。钓鱼要放宽心态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